金砖哎、欸。挖一挖，虽然说金包可以干。哎、欸，你又、啊、拿什么？你又拿什么？快冲！快逃！快逃！哎呦！我差点要被你害死！又是陷阱！你真的是，我不能靠近你，真的是诅咒之箭呢、欸，秋风。又是陷阱！哎、欸，我们可以直接从那边回去啊，感觉很快哎、欸欸。那走啊，走啊，那里你确定哦？你确定用那走啊？我确定啊，那我要跳下去喽、啊。直接跳啊！哎，白痴哦！哈，你来了。来吧，来了，把东西放进去呗。要核心，感动是不是？呵。然后祭坛，我记得是放中间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把药草绕一圈嘛。哦，有了，一个我拿走了。欸、好的，再来。把出货药丢给你，一人拿一个。有了，呵，我们过去 ，Go， 走，跟着我走，跟着你走。对，我知道路在哪。哦，我们终于要铺路了。我决定在这个 moment 把它铺。对不起，你不要乱铺好不好？拜托你，拜托你，在这个 moment， 拜托你。I'm sorry。走人了啦，在这个 moment， go. 你把这里沿。Go！在这个 moment， 我要拿天地把这个给炸了。垃圾设计。红色地狱巨菇在左边啦。有没有？哦，这么近哦，哎、欸，所以其实他都有把它写得很清楚，哎，到了吧，到了吧，你走去哪里了？绿绿的在哪里？啊，等下有影有影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有什么声音？你有没有剑？我没有盾牌而已。你没有盾牌？我有弓箭。你有盾牌？哎、欸，反正我们现在防爆嘛，所以也还好了，对不对 ？Yes， 不安的同盟，干得好！哎，我不小心把怪异的纸片 C 带出来了，上头写着30。记好就好了，不见就算了。记好就好，不记得回自己看自己的重播了。没有错，对啦，哎呀，这路应该不会有陷阱吧？我要慢慢走。那你先走。我要慢慢走。纸片旗有没有 ？Peace 哦，目前 Peace 哦。纸片旗很屁哦，目前非常屁哦，走到一条路了。非常哦，等一下，如果看到那个箱子哦，用挖的哦，不要开，好不好？纸片旗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它下面说不定也有那个、啊。你以为用挖的就不会有事哦？你太天真了啊！那我们就不要理他嘛。哎、欸，这样可以，总可以了吧？绿色毒瘤，是哟。你要丢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你找到了吗？我找到了，我来丢。OK。绿色毒瘤，红色巨菇，噔。应该要真的要改变颜色，这样才帅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秋风上面有东西哎、欸。什么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我把它擦亮一下。哎、欸，有问题哎、欸！这个，我们这个，你觉得要拿吗？当然要啊，它是正常的箱子，不要怕。这是 CD 嘛，对不对？某种 CD， 我来看一下，你不要直接拿着。圣符啊！哎、欸，我们这次可不可以乖乖放到中介箱啊？圣符哎、欸，我拿着，我帮你拿着。我们乖乖放到中介箱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你要死之前哦，你就把 CD 丢出来，我会帮你接着的，好不好？好好帮你保管的，不用担心。这一次你比较蠢，好不好？那这集就要靠你了，请走。这一集我还没有过来，等一下会不会立即？对，你很强哎、欸，不要立，赶快把你拆掉，把你刚立的拆掉。太恐怖了 ！Go！前面有 TNT 哎、欸，这里有一個，你说箱子还是 TNT？ 你说箱子还是 TNT 啊？吓死我了！前面啊，前面有 TNT， 金豆拿走了。OK。奇怪，怎么会看到 TNT 啊？这里为什么会有 TNT 在这？感觉就怪怪的哦。你才知道没错哦。没错啊，哎、欸、哦，真的是眼睛哦，你眼睛看得好锐利哦，天啊！纸片先过去哈，纸片先过去，我走过去，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讲。我绕一绕哈，目前没有看到啥东西，上面有一个天花板，令人安心的地方，令人讶异的地方，怎么可能会没东西？好奇怪哦，啊、我们直接去紫色的那边吧。好啊，我不要走你的烂路了。没有错，直接跳下去了啦，好不好？不好啊！照理讲有三个，我觉得有三个那个守护者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所以我们可以从三个守护者的箱子找到怪异的纸片。对，我这里就已经有一个最怪异的纸片了。啊，我这个安全的嘞，一点都不怪异，非常的 normal。哎，对、哦，到了，紫色幻觉巨菇啦，是哦，什么怪异的纸片都是幻觉啦，就是这里，哦、Google。
还有果然是紫色十轮大桥哎、欸，哎呀，十轮大桥，所以你真的是紫色哎、欸，真的是紫色哎、欸，跟你颜色一样哎、欸，对，真的。我以为你刚才只是幻觉而已，这里都被看过了吗？都被看光光了啊！呼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差点跳下去，那次真的很蠢哎、欸！我在走这条路真的不能安稳的走呢、欸，不能乱跳。哎、欸，左边、右边，秋风二选一。我觉得应该是在走进去好了。哎、欸，秋风走了右边之后，又马上挑选了左边。对对对，这是个这个三心二意又谨慎的男人啊！你不觉得这里就是紫色的吗？对啊，是吧？我看到前面紫紫的，紫色菌菇在哪里？大颗的在哪里？应该跟你很熟啊，你应该找得到的，秋风。再往前走就对了。我迷路啊！我要跟着你走。不要怕啦，你什么时候这么、嗯、这么害怕了？这集已经完全变成废物了。以前你不是这样子的，挖掉。真的，以前的纸片都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找到了，紫色巨大菌菇在这。有有有，所以是哎、欸，这里这里这里有箭头显示在这。哦，走这，紫色幻觉，其实跟着它的指标走就对了嘛。我们之前都不相信它。哎、欸，小怪，我不拿诅咒，我不小心拿到诅咒了。所以我没有。有没有打这么久？你刚是有拿着诅咒过，又打好久。我把诅咒放进去，气死我。太好笑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这个金矿是不是有问题？我觉得应该还好，你试试看呗。应该没什么问题啊。应该没有吧？只是刚好框起来而已吧。好了，没事没事。您会一挖起来就被关注啊？欸，我找到了，有一条路。你找到了？对，有一条路哦，很像啊。欸，有，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了？我看得到你吗？我看一下。还看不到。我被打下去了，我快被打下去了。哦，好险，这边有这个。你爆炸了、欸！我看到你、哦、不是我，蜈蚣对打。哦，我差点掉下去啊，吓死我！这里地毯一定有一个啊！挖掉，气死我！哦，纸片，往上九就是了嘛。不牢靠。哎呀，不是我刚掉下去呢，什么不牢靠、啊？辛苦的人。如果他不牢靠，他会不开心。被打还要被骂，可恶！就可怜呢。嗯，哎、啊，你怎么没上来？我在后面啊，我干嘛去战场打仗？OK， 交给我、啊、我自己。你有盾牌啊，就一直往前冲就对了。有的，没问题的，靠我。哟，感觉到喽，要到喽，要到了吧？这个好长哦，这是特别长、啊欸。上面还有一个哎、欸。哦。什么蘑菇大门哦？哦，真的耶！所以我们把这个弄掉之后，它就会跑出来吗？有可能哦，先上去拯救一下这个姑姑好了。可是在哪里啊？哦，还要往上走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路可以走。哦，这边有路哎、欸。走啊，应该就是这里了啦。对，我们只是没看到路而已。看到了 绿绿的东西，找到你了。绿绿的肿瘤。绿绿的，换我了。秋风的三缸脚，我来了。这边。三二一，治疗了，所有蘑菇都痊愈了。最深处的洞穴似乎传来了什么声音？就是刚刚那个洞穴吗？是刚那个吧？哎，开了！哦，特效总算有你要的特效了。真的，这个要一路走上去哦。啊，在上面这里哦啊，就是这里哦。请去，哎呦，帮你做一个王者大桥，这样可以吧？那个是什么？成就杯拿到了。哦，就这里哦！造气哦，赶快去封印 ，Go！ 我也帮你拿一个下来了。好的，所以有两个是不是？哦，还有三个橙色咒气、成就杯方块，好哎，那我们就回去呗。好。啊，可是我们要打 BOSS 吧？这到底 BOSS 可以干嘛？难道是拿到这些关键道具吗？我先不要管他，我想先回去。赶快先把它放回去哦！真的？哎，我走到 BOSS 了。你走到 BOSS 了？你要不要顺便存一下？你要不要再存一下你的东西？要！放进去，我把放进去了。既然都遇到了，要不要顺便打一下呢？秋风，好啊，顺便打一下、啊。要不要顺便打一下呢？我们本来是要找这种地方、你要不要设置个重生点啊？设置重生点，好，设置重生点。啊、我们记录了好不好，设同一个。那你远一点。爱讲层面于此嘛，对不对？
爱讲靠你了，我要把你干掉。我前面这个，我决定再铺一个，我担心啊，他这个凹下去让我感到很恐慌啊。你怎么胆小成这样了？哎呀，我刚死过了啊，是我是已经死过的男人了。往上走。啊 ，boss 嘞？哎、欸，传说中 boss 嘞？这是 boss 战没错吧？哎、欸，上面有个东西哎、欸，每分钟出一次怪、欸，我看到了，在上面是不是？对，我现在我看的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要走过去。哎，是另外一个那个吧？在上面哦。对啊，结果我们都在下面走哦。哎呀，哎、欸，那下面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？北极有个箱子，有个箱子，我要准备拿喽。好，我离你很远，你拿吧。哎、欸，怪异的纸片 A， 然后上面写着12，纸片 A 喽。对啊，我给你拿，我放回去，给你看一下。A， 所以是12点。稍微12点吗？这里是守护者的巢穴、欸，所以这里是可以走得到的、欸。有哎、欸，后面有一条路可以走，我还没逛过。那 boss 在哪里？所以还是我们搞错了，其实不是 boss。哎、欸，下面不是写 boss 吗？他写 boss 对不对？所以我不应该往上走吗？啊？太奇怪了。我再下去看一次好不好？我在这边等他啦，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爱讲长眠于此，设置重生点，没有说这里有 boss 啊。啊，所以是我们上一次自己误会哦。没有说有 boss 啊。所以是我们看到那个重生点就自己误会哦。啊、太好笑了吧。太好笑了吧。哪里有写说有 boss？ 太好笑了吧我们。没有啊。从头到尾没有 boss 啊。我们在干嘛、啊、我们怎么会，我们被那个 terrorist 都害了啦。重生点，看到重生点就觉得有。他之前都会有的，他之前都会有的。有啦，怪物生出来啦，峻岭守护者啦。好了，我们直接回去呗。好，既然没有 boss 的话，我到底来干嘛 ？Go！ 对啊，到底来干嘛？直接回去呗。救杯，成就杯，到了，我到了。差点忘记要用那个成就杯，不是草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成就杯我也没放在身上。那我们没关系，我有带，给你，我给你丢，拿去给你丢。我都放在手电筒里，为什么他没有放在这里啊？这里要放一个吧，气死了！太好笑了，耶、yeah! ！拍手！看来你顺回带回矿根的咒气了。不过这边有一个坏消息，我们在调查了，遭人为破坏，无法通行了。哎、欸，桥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他说锅炉城堡了。冒险者、冒险者你好，在下是侍奉本地领主的一名骑士啊，容我向您简单的一下说明状况哦。这个锅炉城堡呢，也遇到跟您刚一样的这个状况哦。我们发现异状的时候呢，已经很晚了，没有受到影响的骑士长呢，当机立断的下令撤离城堡，但是我们却在这个过桥的过程啊，遇到袭击啊，很多人被河流冲走。那、啊、我们刚刚就派人、欸，我已经派人沿着河流往下寻找去，我们孤立无援，只能靠自己解决了。总之，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寻找前往锅炉城堡的方式。关于这一点，或许藏书室的学者可以帮助你。哦，藏书室终于要有用处了耶！藏书室的学者可以帮助我们。哎、欸，这个骑士是不是之前那个帮我们换食物的那位啊？哎、欸，长得有点。不太像，有点像哦，不太像。